哇！都哇沙比咁樣啊，喺上面辣落嚟，仆街開始嚟啦！喂，唔得啊，佢嚟緊啊！啊，我肺辣埋啊，點解？Yo, hi, 我是 Dicky, 歡迎收到 Play! 2,000 years later. 要的你看我吃啊，近排好像很興呢，這個呢，韓國，是不是韓國？是韓國，三樣辣雞麵兩倍辣。兩倍辣，之前我吃過一倍辣，我都不太頂得順，現在去到兩倍辣，開始黐孖筋，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極級辣，可能十倍，哇，可能殺菌的，我覺得這隻可能。那我們呢，今集呢就挑戰這個兩倍辣，雖然是遲了一點挑戰，未吃晚飯啊，現在飆到呢，我只是吃到幾口，我可以收工。你不如先立刻煮一煮先。兩倍辣杯麵火鍋片。聽說這個麵呢，即是不是辣那麼簡單，它是辣到苦的。喂，你打算放下去還是撈？它正式吃法是撈麵的，那我打算撈完之後再放回湯。由於這次呢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動作，我們呢已經有後援物品了，順便試試哪樣東西比較上是解辣一點的。唉，我都怕辣的東西，我真的不太吃辣。可樂呢就個個都說不解辣的了，逐酒就試一試它。Lam 說 Red Bull 解辣的，最穩陣的這個奶和乳酪呢一定有用的了，啤酒這個就啤啤它了。行刑啊，好害怕啊。電腦和手機旁邊的小朋友就不要喝酒了。你應該18歲不要喝酒啊，自己躲起來。這集其實變成打邊爐了，屌，它變成邊爐片。其實是看來打邊爐。其實打邊爐很棒，我真的最喜歡打邊爐和毛飛放題。放題，喂，如果呢有什麼放題你們吃過覺得好吃呢，介紹給我們在下面留言。喂，唔記得講你係咩名字？阿卡咯，成日淘寶開箱屈阿卡買嗰啲咪阿卡咯，唔好食曬喎。佢建議食法係撈麵，但係我中意湯麵嘅。我次次食三樣辣雞杯麵，我都係湯麵。如果你哋咧唔係太中意食甜咧，其實可以將個杯麵變成湯麵，落咗熱水之後搣咗個蓋，跟住擺落微波爐叮一分鐘，超好食，入曬味。就咁焗嗰啲杯麵係好難食嘅，一定要擺落微波爐叮一分鐘先好食。準備落你呢兩包魔鬼嘅材料啦！啊，你不如就咁嗒一啖試一試個味先。咩啫？呢啲。不是啊，那個啊，醬啊，你黐線，你唔會奶用噶？啊，我要手奶啊，我知啊，熱啦，生化武器啊，唔知啦，辣屎忽。今晚屙辣屎，會唔會咧？其實喺個面嗰度要寫嗰啲警告字啊，好似有個十八禁薯片咪係咩？因為咁樣十八禁。誒，搞掂。聞落去幾香嘅，聞落去真係冇乜嘢喎，唔過呢個辣幾香添喎，估唔到佢一個惡魔嘅性格。哇，原來未撈啊！其實咧，話説呢個辣麵咧，我哋係想揾啲朋友同我哋一齊試嘅，但係冇一個肯舉，冇一個夠膽，係我被逼陪咗一齊食。食埋啲咁嘅嘢，我本身食一倍辣嗰個我係 OK， 即係我係覺得好好食一倍辣，我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咧，呢個兩倍我都有啲擔心。我撈暈咗，索咗一啖咧，我喺畫沙比咁樣啊，喺上面辣落嚟。哇！我試啦，一條啊！咁我都要夾過嚟先，咁危險啊！好情事啊，而家好辣嘅喎，知唔知啊？好辣啊，好辣食好。第一啖咧，都仲食到佢嗰個撈麵醬嗰陣甜味嘅。點啊，孔晴好唔好食啊？真係好食啊！咁你仲食唔食啊？你食唔食啊？話説呢個小朋友咧，佢都係食到三樣嗰個一倍辣嗰個嘅，你仲食唔食啊？過年啊，少少精神嘅。食啊！真的吃了，你肯定？俾人話我弱兒喎，大佬。唔辣，唔辣。仲食唔食啊？佢好少講唔食嘅啲嘢。食唔食啊？正唔正？唔正，唔正。走啦，走啦，走！我未試，我已經出曬汗啦。可能啲舊嘢太熱啦，蒸到。咁食埋啲咁嘅嘢，真係。快啊！哇，第一啖 OK， 仆街啊，開始嚟啦，開始嚟啦，佢慢慢嚟啊，喂，喂唔得啊，佢嚟緊啊，佢吞咗之後先啊，你咪試咗 Red Bull 先咩？乾杯 ，Red Bull 唔得啊，肯定唔得，啤酒咧佢將啲係唔講，啤酒佢將啲辣氣哇 spread 開啊，我肺辣埋啊，兄弟，不唔係其實我 OK， 間唔時咁樣食一條，間唔時食一條，其實幾過癮，我一啖都還可以。你叫我吃曬咧，唔得。我可唔可以放翻湯食？唔好啊，好辣啊！哇，辣得好過癮啊！其實我哋真係唔中意食，我好憎啲醬染住啲面都核突。我反而好想你拍翻個後記，就係你屙屎嗰下。哇，痛啊！哇，好辣啊！呢個真係。媽，好辣啊！
怕辣就食原味唔辣嘅咧？佢唔係麻辣嗰啲麻辣咯，就純粹係好辣咯。衝擊力咧就唔夠食一隻好勁嘅紫天椒咁勁。我喺牙肉痛啊！佢慢慢滲出嚟啊，大佬。又食，過嚟，小編大家睇下。點解呢個小朋友咁中意食辣嘅咧？奶係可以解辣嘅，因為汽水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 ？Red Bull 純粹好甜咯，但係唔解辣咯。哇！唔得啊！嚟啦！我嚟料啊！擺嘢今次。佢後勁係凌厲嘅。哇！唔得！嚟緊啦！哇！佢啲橫力好勁啊！佢翻嚟嘅啫，牙含落啲嗰啲哇！我吃到灼噶 ，yogurt 都 OK， 但系咧你要含住佢，佢先會解辣。你吞咗佢咧，佢啲辣又翻翻嚟。大家我變咗魔術嘅，乾已經濕到穿咗啦。哇，好辣啊！好辣，我起雞皮啊！大家中意佢嘅片嘅朋友咧，咁記住 like 呢條片啦 ，subscribe 佢個 channel 啦，跟住 follow 佢嘅 IG、Instagram 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